林俊杰出道2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2022年以新加坡为起点，开了整整一年多，预计于2024年6月在中国结束。不仅创下自身票房纪录，还被列为全球20大巡回演唱会之一。不过他日前在演唱会上演唱不死之身的舞蹈片段，却遭到网友恶搞，配上奇怪的背景音乐，搞笑影片在网络上疯传。地里开花24、56，啊六月六我看不见，我出三六九。来个贪污去世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随着越来越多恶搞版本流出，甚至让部分歌迷在演唱会中看到 JJ 跳起不死之身，就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而林俊杰也罕见动怒，在 IG 限动中警告：如果你只是想拿演唱会表演片段加上奇怪的音乐来开怀大笑，下次请不要来我的演唱会。更直接标注不好笑、不尊重。引起许多粉丝力挺，表示开玩笑的前提是双方都觉得好笑，而 JJ 本来就非常认真对待音乐和舞台，这个玩笑好像真的开过头了。